当我去老板家找靠山。大壮，这草莓我能吃吗？你吃呗，我妈买的，随便吃。但是阿姨还在那儿呢，我不太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要是洗了吧，我也想吃。你也想吃？对啊。那你让我洗。怎么了？那个姨啊。我去。再差不多。阿姨，您别干活，来吃草莓。阿姨您坐，给您。哦，小虎，这是扔的呀？不是，这专门给您切的。小虎，你让我吃草莓屁股呀？不是，这屁股能吃？这家有毒，你得打过疫苗才能吃。谁说的？阿朱说的。黄眼珠，你说草莓子里有毒有毒，你让那家小虎吃草莓屁股，来，你再给我说一下草莓子里有毒。没说过，你没说过，还是那家小伙在骗我呀？你再给我说一下草莓子有毒。没毒，别信了，我笑什么呀？那个没事，那个姨啊，我看最近天气有点冷了，那个我准备下午去给您买一个那个羽绒服去。咋能让你花钱呢？咋好意思让你花钱呢？来，阿姨给你点钱。哎，别，阿姨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衣服啊，来，不是姨，哎，我有钱，我钱都在阿朱那儿呢，我有钱真，哎呀。哎，没这事儿，没这事儿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拿过钱？他意思就是那个钱他花完了。你这一天天的净瞎花钱。没有。哎妈，来，我给你钱过来了 啊！以后一分钱也别让他管啊！以后你管钱，我们就这定了啊！啊，这太谢谢姨了。只有你。